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，你一定要给妈妈买来，是番茄酱。但是我要的番茄酱是跟一般的番茄酱不一样的，是罐头的番茄酱，那个不是很容易买的。那我为什么要买呢？然后吃的您记住了吗？一人记三个，我们就可以出发了。我记这两个，他记五个，我记不知道了。番茄面条，那也记四个，我记四个。我不想记。那你选择记几个吧，你觉得好记的。一个。番茄，记番茄，那也行。那这些就别记了，这些我们就这些就不买了，不吃了。买只是，也许你们看到了就会想到。只是不记呀。你没出去过是吗？一个人。你们现在是两个人出去，我们两个人了，互相要互相的照顾照应。拜拜，拜拜，嗯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就在那，就在前面。爷爷，超市在哪？超市呢？存在肚子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哇，哎，可以，哇，都好好吃啊。你又穿这个衣服吗？要不然我们两个一起打仗？什么呀，打仗？打仗，我们轻轻穿衣。去上面吗？怎么洗个干净？这一家，这俩是顾客，给你顾哥哥，接地气。来呀，打我呀！啪的，啪的！
大林子，大林子，哎、安迪，你帮我解开。吃饭啦！帮我解开。大林子，安迪，知道了。吃饭啦！知道，知道了，下来吧。来了，来了。可是我没穿裤子。刘坤没穿裤子，你在干嘛？你下来，我给你穿衣服。安迪，我们要吃饭了，你在玩什么？我在吃饭。哇，你怎么脱成这样了，大林子？哎，这是他的。哦，你刚才也穿了？没有，你非让我穿。他穿了吗？嗯，他穿了。他非让我穿。你还不承认？他非让我穿。哎妈呀，好重啊！一共是你要给我152.2元。你知道青蛙还有乌龟？啊？我教你有只乌龟，你知道青蛙还有乌龟？青蛙。你要去吗？要。那你跟着我。好。需要什么吗？青蛙。要记住。嗯。要几只？三只。三只。三只吗？抓三只给你啊！你要哪一只？这只。它怎么不动啊？我拿起来它就不容易动了。再来一只，这个活络。好吧。好不好？嗯、可以吗？嗯。好。OK 了吧？我抓它会咬我吗？不会咬。这可不是送给我的礼物，这是送给安迪的。我要坐飞机的时候，我就留给他。7+1=几？8。就他。这个东西会了吧？1+1=1。1、2、3、4、5等于几？6。1+2等于几？知道了吧？等于10。1+1。11。1、2等于几？第二个数字等于几？你数1、2、3，第二个数字是几？3。第三个数字是3，第二个数字是几？1、2、3、4。5。第二个数字。第二个数字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5。那么就是6。这是2。鞋啊。我只告诉你嘛，这是8。10。4+0等于几？4+0等于4。10。6。哎，你不能直接告诉答案。你是直接报答案是吗？我要脱一只脚。因为每
拆那个房子了。妈妈，我裤子湿了，去换一个。几下，三下，一下，然后是东西南北，东西南北，选一个啦，东还是西还是南还是北？南，崩脑门，这样弹脑门，你要弹我吗？不是很疼，弹着了，对呀。Oh, 不是很疼，轻轻的没意思啊。我们东城区弹脑门最疼的姑娘就是我了。你知道弹脑门你知道怎么才能疼吗？就是你弹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不要这么，就当这样顺着这个劲儿，叮，往上挑着弹。过来。不要哭啊！好的，很疼很疼，不许哭啊！好的。疼不疼？不疼啊！啊，真的吗？真的。哎呀，技术有点下降了。嗯。你知道下什么？西。这是南，这是西。西。一下。享受按摩一分钟。哇。啊，躺好，谢谢啊！这个爽乖了，太爽了，这个爽。几分钟来着？一分钟。要一分钟呀。现在已经八分钟了。不，多久我不让你揉了？下课。那我就北三下吧，一、二、三。对对方说五句话，五句啊，我对你说啊。开始。开始啊。我永远爱你。我希望你永远需要我。三句就可以了。我就想一直这样看着你，看你慢慢长大。好了，轮到我了。还有两句呢。两句没事儿。那你跟我说两句，你帮我说两句。妈妈，要不轮到我了，我选东的一边吧。Lucky， 你好。你好，你在干嘛？我在看鹦鹉呢。哇，好漂亮的鹦鹉啊！好玩吗？跟猫挠痒痒吗？嗯。Oh no！不是他不认识你，你让他说话，你说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可以飞吗？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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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真的会说话，快快快，快接受，宝贝儿，宝贝儿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。恭喜发财！恭喜发财！恭喜爸爸！恭喜发财！小白兔白又白，都有
是什么来着？什么叫小白兔？白又白，偷又吃，下不来是什么？小白兔上灯台。啊，然后呢？偷油吃下不来，你确定那是小白兔吗？琪琪没有这个歌谣，小白兔白又白，小老鼠上灯台。谢谢啊，拜拜。妈妈，你来一次。我帮你烫，你要什么？我想要。我看看，我想烫这个霸王龙。巨型霸王龙，一下就套出了。老板直摇头。这个算吗？算。啊？你说谢谢老板，我们拿走了。谢谢老板。妈妈，我帮你打。芭比娃娃吧。我这个叫弹跃。哦，弹跳跃过去。哇，老板你要亏本了。收获这么多，太开心了，太开心了，太开心了。如果有一天我们去摆地摊，一定记住不要卖别人大圈，太亏了。走喽。好开心啊！我跑了，跑了，跑了，头痛下了。我给你拿好了，你让你再跑。你疯了？我说三就开始放啊。好棒好棒好棒，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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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扭，什么吗？你这是裤子啊？怎么回事？人还在飞呢。但有一天你会后悔的，你看到这些视频。哎呀，树树树撞树上了。啊哦，波波姐姐说的对，可以吃遥控器吗？不可以哦。要听姐姐话哦。吃它这里吃过，它这里我把法子拿着，可是你乱绑我有绑得很漂亮啊。没有，绑得很丑啊。妈妈有绑得很丑吗？有。你长那么可爱，妈妈怎么会绑得丑呢？跟很丑很丑啊。真的吗？陶地一样啊。跟谁？跟什么一样？陶地啦。跟陶地一样啊。有。说妈妈绑头发绑得丑，妈妈今天编辫子还觉得编得很漂亮。哪里丑？一点都不丑啊。丑啦。你赖皮的样子比较丑好吗？你头发丑。那我们重新绑好，绑漂亮。你要怎么样绑？你跟我说。那我帮波妞绑。来，波妞，我们来弄漂亮。哇，这里是什么？哇！
好开心哎！你等一下，蜗牛你看啊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姐姐今天是 Miki 哦，你们好漂亮啊！两个都好漂亮，对不对？终于呗，那我们的歌就确定是这样子，我就把它写下来了。我有一个，我有一个臭芭比，她的名字叫蜗牛。芭比的名字叫什么？叫耶！还有一个漂亮的妈咪，她的名字叫呆呆。所以叫呆呆是不是？你会唱呆呆对不对？好，妈妈写叫呆呆。她有三个宝贝女儿。好，不懂。等一下，妈妈想好了，你听哦，你听好不好听哦？这个不可以拿，这个不行。波波，你妈妈写的成大叫了！啊，妈妈又要重写一遍了啦！你为什么要擦掉黑板？因为你画的写字好可怕呀！我写字好可怕吗？对呀、啊。真的吗？所以我要写，妈妈写字哪里可怕？这里要上面啊，我把它擦掉了。你真的很会说哎，现在被你打败了。宝贝，我们来编一首歌好不好？妈妈放那个在公车上的轮子。我的名字叫……我洗一洗这个。这个不能洗，这个要干干的，不能洗。那我们来画画，木兰。你先听妈妈讲，我们可以玩十分钟，十分钟之后我们要开始学唱歌，因为要唱给 Maggie 听，好不好？你每天都是这样子，嗯，好夸张哎！怎么样，很夸张？那我们来唱跟波妞有关的歌好吗？等一下，三个小宝贝，姐姐叫做可爱 Angel。还有两个小妹妹，一个名字是，名字是什么？波波。还有一个小小妹妹，她的名字是波波。三个姐妹好开心，好开心。我有一个漂亮妈妈。好吧，拜拜。好吧，拜拜。拜拜。咚。拜拜去哪里？哎哎。在公车上的布布。一直喝果泥，一直喝果泥，一直喝不停。公车上的波妞。一直奶奶奶，一直奶不停。在公车上的 Angel， 一直看 iPad， 一直看手机。爸爸教你唱。我有一个小芭比，我有一个小芭比，她都来要不起，我只喜欢写，我知道。